公孙丑章句上二之一。公孙丑问曰：“夫子家其之亲相，德行道焉。虽有此霸王不义矣，如此则动心否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，我四时不动心。”曰：“若是，则夫子过孟奔远矣。”曰：“事不难，告子先我不动心。”曰：“不动心有道乎？”曰：“有。北宫有之养勇也，不夫挠，不木桃，斯以一毫绰于人，若踏之于市朝，不受于何宽博，亦不受于万乘之君，是次万乘之君，若似何夫无言诸侯，恶生至必反之。”孟师射之所养勇也，曰：“是不胜由胜也。量敌而后进，虑胜而后会，是谓三军者也。射岂能为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。”孟师射四曾子，北宫有四子夏，夫二子之友，未知其孰贤。然而孟师射守约也，昔者曾子谓子相曰：“子好勇乎？吾常闻大勇于夫子矣。自反而不速，虽何宽博，吾不坠焉。自反而不速。”